他自己的身份，然后他去讲，不管你要扮演的，我是祖父，我是一个孩子的妈啊，我是一个钢铁业的这个董事长、董事长之类的，或是我只是一个公务员，都可以。然后呢，来讲说自己为什么要反核，或是我自己为什么不反核，都可以啊，没有说一定要反核。那讲出来是，这就是变成一个小中心对核能表态的记者会，然后那个大家就根据这个记者会的内容去写，我们就把它当作一个文，在我再重新定一下这个名字，文青反核记者会，还是你要文青啊？我们要文青啊，你就看你了。这个烂政府要愤青，文青已经不够力了，愤青。同学这样有没有听了解老师了？因为老师那个很客气，他讲的非常的含蓄。对，那但是很简单，在那个前脚大概要3到4个脚。同学这样，我们直接来秀一小段，大家可能了解。我们下个礼拜来写作有含听说读写，那我们是来玩，来玩的，所以先不用害怕。一些老师不会说你写不出东西，不让你出去。OK， 就是下礼拜我们环境大声都有一个记者会，这个记者会叫多元记者会。英秀，你那乌克丽丽还不拿出来？然后我们请他，我们现在就是因为这个前班长非常优秀，他是一位艺术家，他会画画，然后又会弹乌克丽丽，然后呢，他在十月中就要去巴塞隆纳，你看我好不容易背起来，去当艺术家3个月，他钱花光就会回来了。你们相信我，在我们学习结束前应该会看到他。然后呢，我刚是跟老师推荐说，我们记者会的主角就可以请银秀来客串一下，反正他现在还没出去嘛，哈。然后呢，他来了，他节目就让他自己想，因为他在反核的这一块，不一定我们那个是一个反核的议题啦，大家也可以去问其他的部分，像比如说那个妈妈会问你去巴塞隆纳3个月，你带多少钱去啊？对，然后类似这样子的都可以问，就好像李安电影的，你可以问环保，然后可以让他谈3分钟吗？这样大概下个礼拜一定会来。好，来，这个你介绍一下。那我就等一下做的那个记者会哈。大家有看过记者会吧？一个主角嘛，他被访问，他后悔我来这里。然后他是被我骗来的。然后一个主持人，对不对？老师，一个主角，一个主持人嘛，对不对？大家全部都是记者。OK， 你可以想象你是什么报，像比如说这个红色是苹果报，不是苹果报，是什么报？什么报的记者来？水果报。好。然后呢，主持人会要需要主，因为记者有的也要主持嘛，好，然后他是被访问者，然后还有什么？不然其他下礼拜来的就知道，下礼拜绝对精彩。来，先不可以谈太多，3分钟就好。好，之前做了一首歌叫《我不要核电》，然后就投稿那个青平台，然后就不好意思给我晒到一个奖金加注的。有没有奖金？有啊，你看吧。不然怎么会领费？下个礼拜才可以问。今天我们是遇到骗了，OK？ 好，现场现在都不准照相哦。好，那个不可以，那个可以。这个叫那个预那个人家什么先应会哈。然后就是做了一首歌叫那个我不要核电，然后那个影片就是。就是用这首歌作为主轴，然后就放刚刚万人飞的拍摄计划，就是我7月前执行的那一段影片。其实现在网络上可以看得到，因为投稿就一定要上传到 YouTube 这样子。对，那这个歌词就是，那我要唱吗？都来唱啊，然后。那许仁和你会唱吗？来，得口得口，起来，没有，因为他有去，就是我办的讲座。我去过现场。对，得口喝一下。我不要核电，核电厂总是停机又跳电，核四一盖就盖20几年，政府说不盖就涨电费。我不要核电，我爱台湾报道我的
欺骗，因为我们都知道。有人知道为什么吗？何时瓶装又赔钱，下周分享。我下下周不一定会来。哎，你一定要来。可是我下一周已经有事情了啦。啊、真的吗？对啊，已经有跟朋友约。啊，把他一起带来啊！是啊。不是跟他约而已，就是我们有一件事要去完成。瞧一下，瞧一下。来啊，好的好的。热血的，热血的。对啊。好好。就是。瞧一下啦，依旧。对啊。再想点好的。哦，就。反正最后一段就是何氏公投全民一起上街，就是拒绝高风险核电，然后迈向非核家园，这样。对，对啊，很厉害吧？因为其他这首歌是叫《不过就失恋》，就是我两三年前失恋的时候做的。然后这歌词啊，我昨天就跟大家说，这其实是公共财，就是大家可以随时就可以拿去用，这样。然后就我也没有特别编，就是根据时事，就是绝对没有加油添醋。不过刚刚得知依旧下礼拜不行。吵一下，吵一下，还有机会。该说什么？好了，试试看啊。好，那不要太有压力哦。对不要太有压力。但是，对，但还是征求一些角色啊。就是依旧真的不能来的话，我们是用比较座谈的版本。是大家是上去讲说自己是什么身份，为什么啊？去发现现场有什么问题，然后就根据这些报道。那如果是银秀可以来的话，我们就以银秀为主角，就是有一个主持人，然后有一个那个什么，被访对，银秀是受访，然后其他人都是。是，其实还有一个法，不是60岁的那个什么法，他是去年还今年，他有得到那个台北市学习楷模之类的。有啊，他也是都在学习楷模。第二个非啊。第三个教本，就是。我们有两个教本的吗？我有错过什么了吗？第一个脚本是银秀啊，银秀对啊，第二个脚本也是他吗？没有，第二个就是银秀不能来，然后就各自就是三个人来当那个反核代表来讲说，或是永和代表来讲说自己为什么支持或是反核，其实然后根据这个写成一篇，然后第三个代表看、啊、大家有兴趣吗？对、啊，用房霸当主角，对，房霸是。他是露头，是光亮。其实现在大家也可以在想，就是你怎么去找题材。那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班，比如说石朝元老阿娥，对不对？对，他的心路历程。那可是比阿娥更资深的是谁？是我们老师啊。然后你知道老师他只有今天这堂课才有讲师费，他平
超做功底，全部送给人家，全部是做功底的，因为全部都是其他的讲座来领讲师，而且他每一堂课几乎都来，而且我的笔记啊，如果有缺的话，只有问班导师来问得到，全台一块，还有好奇宝宝的录影，他也是一个啊，还有好奇宝宝啊，哎，你们上佩博看一下，好奇宝宝可是小有名气的哎，对，那个大安社大十周年。对，哎，圆梦计划，圆梦计划，好奇宝宝当选了，他的那个计划，圆梦计划成立，到现在都已经开成功，开成，所以他的也可以来当这样的话，对，大家可以想一下，蛮多角的，对啊，可是哦，大家不要忘记，其实是要写作业哈，不要给自己难看，你先选一个。现在选下礼拜选啦、啊、你现在选一选啦、啊、没兴趣。没有啦，我是觉得那个银秀的那个万人的那个、啊、万人的那个最。对呀、啊、你。老师银秀现在就把它扣出。我觉得这万人的这个计划就做成一个那个新闻稿就太棒了嘛。那下礼拜我们就站他半个小时嘛，但是大家讲好半个小时内嘛，对不对？没关系，我瞧一下应该可以。然后这位同学刚有没有见识到那个记者寻找题材，然后你受访者不愿意让你受访者的员工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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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那都叫关系吗？那是霸凌。我想补充一下，就是没有，就是三位主要带电脑的同学之外，其他人有电脑也可以。就是你在旁边用打的，在会复习也很快啊。然后还有就是，如果说有人在练习写作之外呢，想要补照片搭配的话，这个都是可以做的。还有看到同学会素描。这种手绘的现场，其实对于现在传递讯息来讲，我觉得也是很好。照片或是文字已经有点过度泛滥，然后反而有时候手绘的东西还更亮，在脸书上更多人传。你看，大概到他已经毕业才知道他开画展，他演示了多好。那就是像宜秀，还有像各位。其实很多同学的不是优秀，就是都是很厉害，都希望就是大家都可以这样围成一个圆，然后给彼此力量。啊，下周就开始做一个实作练习。那有没有什么问题？老师，下周可不可以有那个网路线？我想我那个录完整个记者会，我就要把它放 okay, 上传。好，我只是借网络线就 好，对对对，要有网络线。好，看还有什么问题？如果没有问题，我今天就要。我会带我自己的笔电。所以就是网络线。啊，我讲我听得懂。有谁下个礼拜不能来？你现在问谁敢说不来？现在是确定下。还有就是，老师那个现在职称还有。就是说，因为我们去土城还有去乌来都不必派职称，是。那公民州也不要派职称，所以现在算下来只有六次，所以只要十二位同学，那有志愿的，对，已经任领干部就不要对，然后不要当。那个9月14号有谁要？